各位媒体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2022国际足联卡塔尔世界杯暨2023亚足联中国亚洲杯联合预选赛第二阶段，中国队与菲律宾队赛前签发布会继续。李教练，你好。我们知道这次比赛因为特殊原因改在迪拜举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队的主场优势丢了。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在迪拜有30万华人华侨，大家都想做点什么，让国足把这里当成真正的主场。对这些华人华侨，你想说点什么？从我来讲，我肯定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球迷能够去现场。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来协调和解决的问题，包括现在的疫情的防控的方面啊，是否能够来让更多的球迷进到球场，这个说实话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但是呢，从我本意来讲，我肯定能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的球迷能进到现场。然后呢，我也听说过的，包括以前来华联队来很多次，这边有很多的华侨，还有包括很多在这边工作的艺人，还是很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当然呢，还有不要忘了，我还有在中国可能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球迷可能会在这里提前看我们的比赛。这里这一些呢，就是足协为我们记者准备的防疫物资，满满的一大袋。平时戴的普通的医用口罩，这个鱼形防护口罩上面有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 logo。这个防疫物资准备的是非常的充裕，期待着见到国足的教练还有运动员代表。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沙加的一个足球场，我身后呢就是咱们的国足运动员，他们在为明天的比赛做着最后的训练。那么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然后户外的温度已经达到40多度。可以说这样的湿热的天气对于运动员的体能也是一种考验。那么这次他们来到迪拜比赛，我们也期待着他们明天可以比出一个好的成绩。